老板，听说景田来快手了，你做道甜品，看一下能不能召唤景田。景田小姐姐，你觉得这道甜品怎么样呢？豆宝，你说我给你做绝育是用这个剪刀好还是用这把刀啊？你选一个，用哪一个？用刀啊？行吧行吧，那等会儿用刀，这个剪刀就先留着，用刀给你做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小猫咪，喝了这杯酒，咱们以后就是好兄弟了。来，来，马上，马上，马上喝。